恒大集团凌晨重要公告，已对六名管理人员进行问责惩处。原标题：恒大集团凌晨重要公告。恒大集团官网10月9日凌晨发布公告称，恒大集团六名提前赎回恒大财富投资产品的管理人员，已于10月8日前将所有提前赎回的款项全额归还到恒大财富指定账户。公司已对上述六名管理人员进行问责惩处。针对部分管理人员提前赎回恒大财富投资产品一事，集团公司高度重视，已要求该六名管理人员提前赎回的所有款项必须限期返回，并给予严厉惩处。